合体，四十八愿最后一愿啊，第四十八，现真不退愿。那么这一愿还是为他方世界菩萨大众所发的。我们看经文：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去证求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菩萨闻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都能够现证不退转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，圆证三不退也啊。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境界，法藏菩萨就不成佛啊，不去证就。那么法藏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，这就为我们证明他所发的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，没有一愿是虚愿啊，通通兑现了。下面我们看念老的说起啊，第四十八现真不退愿，愿曰，这愿文说的，于诸佛法不能现真不退转者，不去证求。不退转者说的是什么？所修的功德善根愈增愈进，不跟退时六云啊，简单的说就是不退，即凡愚之阿毗跋致啊，前面注解里头说过，也翻作阿惟越致啊，阿惟越致就是三种不退转，他都证得了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啊，最重要的是念不退。我们接着看下文。盖以菩萨行愿，这就一般来说啊，我们现前都明显的能体会到，体会到什么呢？菩萨行，菩萨愿难发，为什么要舍己为人？要舍得干干净净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很难发心，很容易退转。啊，据人王经，别教的行为菩萨名为青毛菩萨，随风东西。这人王经，人王经上别教天台大师所判的藏通别圆不容易了，别教菩萨什么地位呢？是性位啊，别教是性位的菩萨。这些菩萨们也叫做青毛菩萨，这是用比喻来形容他。为什么？随风东西啊，意思就是
随着境界变了，它不是不变的，它变了。而又南本涅槃经，涅槃经有两种，一个称南本，一个称北本。啊，南本涅槃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：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是别教菩萨啊，也就是说，别教是心菩萨啊，他发了心，发菩提心，见少微云，少是很少，微是很轻微啊，说明外面的云不是很严重啊，是小云，是微云。他怎么样呢？动心的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便转动，如水中月呀，水动即动。啊，像这个池塘里面的月亮，水中之月，水要有波动啊，月亮就跟着动。啊，这就是说，青毛菩萨了。经不起考验的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要能真正体会到发心之后修行在哪里修。一般人是我们要找个清净的环境去修，不能说错，也不能说对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